个大大的爱心，民众党台中市立委候选人蔡碧如现身高雄。你没看错，蔡碧如当母鸡跨区辅选，但不是同台自家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曾颖丽，而是同框代表国民党出战前镇小港旗津区的李明璇。李明璇的选区在蔡碧如的选区，我们都希望来翻转，来翻转。其实我之前也有到台中去帮碧如姐辅选过，互相帮忙，对，一起加油，一起进到国会去。有。两人一现身，支持者开心抢拍照。2024选战进入肉搏阶段，蓝白小鸡合作互相拉台选情，而争取连任的民进党赖瑞龙也有党内大咖来助阵。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南下参乡祈福，陪赖瑞龙冲选战，苏贞昌直接站上椅子与乡亲交流。下水道五十米来拢无做，我来讲，起雾看这所在下水道无做，二十个月变来做，替选区。清楚这个大建设，这不只是搞有咱的地位，对吧？对。苏贞昌以前行政院长身份为赖瑞龙问政品质背书，选战倒数21天，蓝绿白用各自的方式抢选票。华视新闻宋文娟、邱显雄高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